级华语绘画课程。第三课，你们喜欢吃炒面还是炒饭？和朋友一起到餐厅吃饭，要怎么介绍你喜欢的美食给他们呢？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with friends, how do you recommend your favorite food to everyone? 我们一起听听林麦克和朋友们的对话吧。Let'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林麦克 and his friends.林麦克和朋友们在餐厅。麦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依林和娜娜。你好，我是依林，我是高雄人，以后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问我。你好，我是从泰国来的娜娜。你们好，我是麦克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这是菜单，这里的客人很多，我们先点餐，一会儿再聊。你们喜欢吃炒面还是炒饭？炒饭怎么样？听说这里的炒饭又香又好吃。好啊，我们再点一盘炒青菜，一份饺子和一只烤鸭。对了，请给我三瓶台湾啤酒。你少喝一点啤酒，试试日月潭红茶吧。一个小时以后，这家餐厅的菜有一点贵，但是很好吃。对呀，吃太多了，我们要不要去运动一下？好，走吧。